期就定罪候天，诸准备可曾妥当啊？我为此事特来相告啊！皇太叔，你惊惶欲此，莫非已经事发当枪？我取皇上刑，接娘娘，起了伴着娘娘的竟是萧国长啊！系萧国长，皇太叔，我哋何不立即动手，直扑大刑？所谓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况且士兵厌战，军心不稳，我哋正好先下手为强。萧伟在军中德望甚高，呢件事叫人难把心防。皇太叔，你放心，我嘅心腹兄弟兼韩将军嘅一支人马就喺附近驻防，只要我一支人。好好，言帝所言令我大喜所望，你去准备准备，监视皇上与娘娘。知道。传我的令箭，叫廉韩将军立即兼程赶来。知道。高弹琵琶一嚟，有将少尉一带嚟见我。系。平身。方才叩见赵王爷，大胆赵唯一，竟敢喺皇上出征之前弹奏思乡之曲，一嚟，拉去重打四十。王爷，何事喧哗？回禀皇上，新兵赵唯一。竟敢喺皇上出征之前弹奏思乡之曲，扰乱军心，目无军纪。佢嘅琵琶竟能够扰乱军心，未免太过出奇。皇上，此人素以琵琶能手自称，常以艺高而自恃。琵琶能手？喺皇后面前，佢竟敢称系琵琶能手，未免夸大其词。皇上，文家当然不能同娘娘相比啦。民间自有能人高手，真个是才高技巧也未可知。此时今日征讨回民，明日又将出征，将士们辛苦，偶然拨弄琵琶，纵有罪嫌，还应宽恕。皇后求情，好，皇帝你睇，既然系娘娘喜欢，臣就将赵唯一递于恶籍，会入教坊使用，未知皇上意下何如？好，皇帝真系善体朕意，朕正是这个意思。外卿，朕长年征战在外，今次请一名琵琶手，以为心。公寂寞，长以一闲思。是皇上，是得将赵唯一带落去。谢皇上恩典啊！随我嚟。
卫兄，你今日远来送行，朕心甚喜，凡皇帝传谕，大摆庆功宴，犒赏三军。臣遵旨。启奏父王，义臣随王叔步军营之中走走。嗯，你亦想去？去吧。战士且聚聚离别之情啊！
吓、啊，系王太叔。原来系呢一对逆贼辜负咗朕嘅信托，而家咧，将佢尸气方交。咁明日出征，又系谁人为谁呢？军中出咗逆臣，君王又受此惊，我望君王罢却征战，早日班师回朝。此事用朕在思。眼前唔系有个将帅之才咩？皇帝耶律月新征战勇猛，今次徐逆又守情元空，真系个将帅之才啊！老臣有本呈上，收来皇上啊！神流受惊之旅，闻其报，大军雷惊，有谋应变乱行。带着外侧都棉纱披风，我一见啊！哦，众元果然有同谋之人，大营之外戒备森严，飞鸟难入，只怕众元同谋之人却在皇上嘅左右啊！我将萧卫停止，命你重速追查判案，你一定要查出同谋之人。臣遵旨。赵王杀死众元，难道是杀人灭口？我要仔细访探。萧氏妇女心存不善，我必须事事提防。一嚟，马上去廉寒将军处追回我的令箭。系。朕即刻下旨收兵，明日班兵回朝。谢皇上隆恩。秋凉之后，朕再兵发西夏。
者，九品娘娘平下独步，这回心愿系娘娘所种，我一介草民，草野之识，恐俗常听。你呀、啊，放心好啦，就算才你此花尽功，也得娘娘千迈。姐姐所需何物呢？我要嘅嘢，讲贵重，亦好贵重，讲唔贵重，亦唔贵重，只要你，只要力所能及嘅，我一定奉献噶。真噶？真噶。好，见到娘娘，再与你细说。有路自。人
罪。平生赐重谢智慧一山，敢问琵琶能手之大力，得人得命雅俗，亦可非凡，未知全自何人？实本是龙目小民，家贫无钱拜师，闲来奏弄琵琶马背字，曾受游方高人指点一二，十载苦练未敢言能啊！皆因爱好啊，敬啊苦练，草野贱啊枯萎啊无钱，干得卖诗啊转。啊，难得你聪明苦学，刚才一曲回心远，未尽其才。你再命题一曲就来吧，娘娘命你再提一曲，你要小心侍候啊！哦，既然如此，神不喘无昧，弹奏微臣自谱之曲，请娘娘随听啊！
在。我想学行雷乱火，实不敢奉旨。为乜嘢？九物娘娘琵琶独步，神有何德能？敢教娘娘弹曲？何况雷乱虎一曲，实不堪入耳啊！赵唯一，实你唔系想君王顾念百姓咩？倘若以此曲感动皇上，你嘅宏愿岂非得遂？睇不老国将赵王爷家将花不切已经带到啊！佢招功名已经招咗，赵王爷命令到黏汉将军追回嘅令箭可曾追到？黏汉将军怕连累，回说令箭已销毁。奴隶销毁没有？小人不敢说。带落去。走。出马把罪证追回
子嫂赵家庄，大雨残民吴汉王，唯有知情一片月，行规飞鸟入朝阳。同诗，这是妹妹的光彩呀。善德啊，我睇呀、啊，你早啲请饮喜酒咯。哎、你又乱讲啦！妹妹，就唯一再好，你都唔好想去呀、啊？点解妹妹呀、啊？善德啊，真系难得你痴心一片咯、啊。诶，咁啊，赵唯一知唔知道你嘅心事噶？哎哟，唔知道又点得噃？我睇啊，要问清楚至好啊。仲细问，佢呀真系求之不得咩？赵唯一呢个人有点痴呆。我睇要问清楚至好，好等我叫佢嚟，我就话、哎、哦，我就话青子揾他。有事找我吗？啊，善德姐，你都享受。哦，善财到来，善财请坐啊。哦，随便坐，谢坐，坐坐坐坐。我都有善啊！啊，系咧，未知朱娘子召唤有何吩咐呢？哦，系我妹妹善德找你，你哋坐，我更衣就嚟。我都走啦吓。善德姐，你有事找我啊？我真娘娘之命，请你帮我分娘娘夫的谱啊！我就去写啦。赵善财，仲有乜嘢吩咐啊？赵善财，你咪讲过要筹资我嘅咩？对啦，但未知姐姐。所需何物呢？是不是要衣裳啊？那是不是要喜帐呢？不要。哎呀，
请姐姐你明示啊。难道你都不明白？乜我明白的吗？哎呀，我不明白，我真是不明白的。你这个人啊，我怎样啊？我爱爱爱爱你实在爱。我不是爱啊。猜猜猜猜你猜一猜，这是十难解。讲过，但未知姐姐你所需何物呢？我要，你讲啊！我要你的心。吓！哎呀！哎！我只愿。
神仙中，名花虽在名中，但是我早有心上之人，定下冤盟难更改。善灯姐，我哋落去先啦。佢分於你，係嗎？咁樣睇嚟，宮內傳出嘅流言就真係事出有因咯。王爺，宮中有乜嘢流言啊？嗱，你想下，你妹妹佢艷麗如花，自為一若無別戀，焉有佢分之理噶？再睇下。娘娘赐扇给善灯，扇上的这首诗就道出娘娘心内的隐情了。你看看，她说宫中只数赵家庄，唯有知情一片月，
就是这两句诗，就隐藏着赵唯一三个字。不对，娘娘前几日读出汉书，有跟赵飞燕的为人，那时仲没有听见赵唯一的琵琶呢。善登，你受骗了，你记不记得当日皇上班师的时期，娘娘仲亲自为赵唯一讲情呢？这个就叫做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，善登，开讲也有啊，诗以言志，言为心声，娘娘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将自己的心事暴露了在善面上。善登，人心可测，你太天真了。不过照我睇，呢件事仲系唔好提，免得传将出去，别人联想，偏偏又生是非啊！公公出丑事，染得人不罪。丑事？乜嘢丑事？年少你当他犯得疯啊！善登，还不快你向王爷请罪？救命啊，王爷救命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赵唯一是我进献的，为了我哋王家的体面，亦睇在你家姐同埋你姐夫嘅份上，呢件事我可以不提。谢王爷，哎呀，只不过恐怕时长日久，会传到皇上耳里边去。爸，嗰阵话你情心起一骨情，花荡不住九族梦，冤不借。
费功夫咯，嗱，善灯，你将娘娘嘅交烧巾拎嚟俾我，我就同埋呢把扇拎去一齐见娘娘，趁烧厉害，唔怕佢唔放智慧一出宫啊！感谢全力。咁三天之后，我就等你嘅交烧巾。平身者，皇帝何时来到猎场？得来叩请陛下回宫。难道宫中出了大事不成？皇上啊，陛下出猎半月久，娘娘深宫夜夜，陛下去慈平山林立壮志，娘娘佢独守空围弹清秋。长夜琵琶到天明，长夜琵琶到天明，想必是娘娘在宫内闷难消，命召为一张琵琶来弹奏，一直弹到天明五更后，与为一弹到天明，所以臣得来叩请陛下回宫，免得娘娘担忧。你话点讲？陛下，臣系一片忠心，才敢冒死上奏。讲，听讲娘娘仲步出珠帘，与赵薇一四目相对。步出珠帘。陛下，此事谣传不可信，但空穴来风必有因。
回攻领地。男婚女嫁情分分。
云飞，黑山这无憾罪，拼至身入鬼你的证人就是善灯，还有状纸一张，你还想抵赖真斗胆？未知可有凭证啊？凭证？哼，好个刁徒，我要你死得闭眼。这，哼，善不常，刻有你的名字。扇面上皇后亲笔题诗，可见并非无堪。此扇小人失落已久，如今扇骨是真，扇面已非原物，小人实无凡夫作奸啊！你看看此事何物？小人实在不识此物啊！不识此物，哼！此乃是皇上赐予娘娘的交销宝巾，为何守在你的衣箱之中？这，我这，哎，这，这就是天安御三。哎，冤枉啊！冤枉！爷爷，大刑伺候。哎呀，哎呀，冤枉啊！哎。罪证俱在，岂容你抵赖？冤枉！来，好，我再杀大人。亦先见皇后隔帘如婚事，卑民未敢望贵人，又怎会赠我宝巾？你招也不招，冤枉难招，若不招立刻掌柜。小人就死也何难，贪君眷护旧旧心，小人
万万不敢，以不实之词陷害贵人啊！人嚟，等你，系大人，系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此案牵连皇后，赵唯一又不肯招供，你我西城骑虎，此案不知如何得了啊！张大人，你我接案之时就已经骑上了虎背的了，骑上了虎背，张大人。咁王爷明示，张大人，今我哋都成咗过河之卒啦，咁就只有勇往直前。冇错，王法迢迢，不可松懈。任佢系皇孙贵胄，我哋都要秉公以断。孝杰谨遵台命。但慨何必与他纠缠不清呢？善登，你嚟得正好，你上过娘娘的状纸已经写好咗啦，快啲按翻个指印呢。乜嘢？上过皇后？你唔系话娘娘与赵唯一私通，拆散你嘅大好姻缘咩？王爷，呢啲都唔系真噶。吓、啊？你又讲去边啊？善登，你受骗啦！我受骗？冇错，赵唯一已经招供咗啦。赵唯一？冇错，善登，你睇呢、这个系赵唯一画押嘅公状啊！善登，如斯大案，焉能容你出尔反尔噶？赵王爷，你咪讲过，只系为我劝下皇后嘅咩？劝？
善登，我已经将此案上奏咗皇上啦。上奏皇上？冇错，你若果中途变卦，这欺君之罪，只怕你担当不起吧。周大人，你上高娘娘天涯震怒，莫讲话你就是皇孙贵胄，亦要我及官门啊。你得，你若想脱身，就唯有一个到底。我根本冇个皇后。你善登姑娘，快啲按翻个指印啦！按啦！你去边度？我要面见君王，为皇后死死不罢，知啦！阿罗，留你不得！你果然不孝，死心！哎！若果皇上要提审原告，就话佢以下犯上，畏罪自尽。畏罪自尽？畏畏罪自尽？畏罪自尽？还得皇上指引？哦。人嚟，有全爷律月新进见。知道。家道不见，红日西沉，天遮晚，未见君王，我心惊慌啊！陪同儿女上金阶，落坠天伦。你等因何擅自进见？臣妾一天不见君王驾幸行宫，所以陪同儿女特来请安啊！王啊，听我师妹讲，王妃将去西山猎虎，求父王允许臣儿随驾同过啊！你亦想去？系啊，父王啊，呢几日母后说臣儿嘅琵琶大有长进，父王你可以。琵琶？是啊，待臣儿取琵琶来。是。你哋下去也罢。你们下去吧。
难到忘记。今日你乜嘢日子？不胜啩？神接终身难忘。讲嘅都系真心嘅说话嘛，皇恩浩荡，妾心常禀明啊。不过你啲虚声妄事，仲提佢嚟做乜啊？君王情深如海，臣妾终身难忘，所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主上，你曾几何时相厌烦？哎呀，难道我真系烦恼一天？恨恨君王，所为何事呢？外卿，你若问朕因何百鸟相奔，你且抬头看我。
朕与你到老白头情不变。皇上，何事？召王爷律于新大林衙院学士张孝杰在宫外候书。宣，知道。外兄，你暂且回避偏事吧。臣妾从命。朕宣你进宫，原本有件事情向你动问。哦，我而家不必了。臣却有事启奏主上。周内就是宫皮善登、上高娘娘一案。上高娘娘，呢度有状纸一张，皇上请看。不相信，小善登太疯癫，路过君主胆包天，以下犯上最难免。娘娘易得后宫传，三后六闻审首告，为防唆使查根源，跪打前皮圣旨骨，不把口供辩，无奈审被告，全呼到堂前。点样？召为一情虚，供出了弊端，当堂画了押，案卷呈君旨。快将善登带来。善登竟已畏罪自尽。咁若有何证件啊？有。皇上有私善为证啊。宫中子嫂赵家庄卖与残云误看过，唯有知情一片月，曾快飞鸟入朝阳。这把扇是皇上，此乃娘娘亲笔题诗赠与赵唯一的扇子啊。何事？臣妾在万楼听得一清二楚，确实是冤枉的。咩冤枉？呢把丝线系臣妾赠与善登嘅丝线，赠与善登嘅君王。
可有此事？太笨大王，娘娘所奏句句事实。你点知道？那天奴婢正在当值，当真？奴婢点敢欺君妄想？宫中赏赐本平常一线衣能来断案。皇上，诗中的含义，皇上你看真，便可了然啊！呢首诗乃是娘娘贬谪朝飞燕之作，难道还有他意不成？皇上，你睇一三两句，宫中子嫂赵家庄。唯有之情一片言，这两句之中就隐藏住赵唯一三个字的皇上。哎呀，你竟敢如斯无耻！尚有何话说呢？自幼受训诗，诗书深知礼义，以方常可得上自勉，向皇皇恩，隆恩来献，你我心化自怜。自幼受过君恩深，眼念他。一三个字，你又如何解释呢？啊，事出巧合，非关心，望我宽容，明察心。启奏皇上，除了诗善之外，还有娘娘赠与赵唯一的交霄根为证啊！交霄根，从何而来？在赵唯一的衣箱内搜到。系。啊
照唯一的公词中讲，一曲才罢，金鼓三下，突然亮亮道出之念，声音不见，事交消根，相争啊！有冇报出珠帘？娘娘有冇报出珠帘？你讲，你有冇报出珠帘？你有冇报出珠帘？商大人所奏句句是实。Thank you.
上。皇上，娘娘与赵唯一之事已在教坊中传开，是杀是放，望皇上早作定决，免得传张出去，有碍我哋皇家嘅体面。耶律主申请旨，臣在。国丈萧卫养女不教，不能担当重任。如今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兼北院枢密使，速报国丈府中收回兵权。领张孝杰身在，命你在五更天明，利用这爆笑宝根送娘娘归三真子。你睇，呢个就系赵王爷嘅令箭啦。哦，娘娘有救啦。咁而家娘娘点样？皇上以下圣旨，五更天明要送娘娘归一天。哎呀，人类，人不离鞍，马不停蹄，火速兼程，亦我迎啊！
事？青衣之地可不知去向，城外大军密集，萧国队率领一支人马正向王城开来。啊！萧卫这老贼果然奇高一丈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一力有，如我命令，紧守四门。系，一力有，带领人马包围王宫。都明。张大人，你不必等到午更，就在射更时分，将赵维一押去冷宫，与娘娘一同处死。
分爱妻呀娘，分爱妻呀娘，星星灯笼好夜愁长，家声已知为何爱上鸡呀鸣，鸣啊鸡声待再听下鸣啊送去，苍天啊太无请娘娘归一天。